你知影是我，你搁把我创治？既然知影我把你创治，你搁要把我创啥？你这个人哪安尼啦？哪会去担心烦恼？起码，莫搁把我创治啦。 好啦，看你这尼啊伤心，我就接受你的道歉。今日这件代志，确实是因为小李。那时间老爸哦烦恼，所以拜托我回去讲。你哦，这款小性情的个性，我唔知影应该爱甲伊学落讲你巧，还是爱讲你戆啦。拢好啦。 只要你答应我，以后莫甲我冤家啦。你敢知影？甲你冤家，我足痛苦的。你若不爱吵我，我更加痛苦的。我嘛无想要冤家啊，啊，不过人甲人做伙，哪有可能咱无冤家？但是，我也会答应你，不管以后咱是不是拢会冤家，我一定下决心。 今晚要跟你做伙。哎呦，哦，无底看哦，读册读这么，哦，那阵读过哦，人看嘛欢喜。爸爸，什么读过？ 我有答应林大哥呢，今仔甲全部功课拢写好了，啊，你先去困。我欢喜甲困袂去啦，来来，我在这吼陪你做功课来。爸爸，无紧啦，你坐啊。迄陪单吼，虽然和你坐啊悠悠，啊，不过安尼有爸爸的味道。安尼真感谢你哦。 安尼，这久以来吼，我头一遍感觉吼，对你阿母较有交代啦。阿爸，你搁安尼一直讲落，我就当写功课啊。我就是含慢讲话啦，讲较互你袂当写功课。啊，对啦，建良今仔日是安怎来受伤？ 敢毋是跋倒去啊？阿爸，我以前拢毋敢甲你讲老实话，我嘛是讲老实话，你毋是匹配叫，就是等于等倒。啊，今仔日我甲你讲老实话，你爱答应我，你袂当生气，嘛袂当烦恼哦。做你的老爸真的无简单的啊！要听你讲一句老实话。 哦，拖较比地长啊较长。哎，到底是安怎啦？你紧讲啦。啊，林大哥今仔受伤，诚意毋过，伊要保护我，较甲迄几个毋食囡仔相拍。建良，哪会无甲我讲？我家己的烦恼。 我毋才拜托伊叫毋通讲。你是安怎来去遮尔遐人啊？阿爸，迄里面够烦恼啊啦！今仔林大哥替我出面了，遐毋食囡仔，就毋敢再找麻烦啊啦。你阿爸若搁伫外口吼，家己都较细腻，知影毋？迄查某囡仔人吼，永远会食亏啦，死狗吼，再要报警察啦，再要讨赔偿啦，迄拢袂赴啊啦。阿爸，你莫甲我讲遐软正好无？ 我有较无这侪朋友的啊，迄人介绍，我叫朋友出。哎哎哎，慢，较慢，较慢，较慢，嘿，老一寡风探听，你要搁嫁翁的啦？阿你讲哦，你都唔信哦，你嫁人袂倒啦。阿爸，你有感觉无？迄林大哥啊，真正是漂皮人呢。啊，我将来妈妈可能才有个性，搁把他一台接查某囡仔呢。 伊真正足袂人诶。
你感觉伊做袂人哦？安尼就是你去学袂去啊！坦白讲，有颠倒无？比颠倒，搁较严重一丝丝啦。我刚才要抬低人呀，这款代志哦，我都唔捌咧。人的建良哦，甲苗晶是成双成对咧。阿爸，你捌讲过，你甲你的查囝是上好的。啊，即马你的查囝欠着上好的男朋友，你敢唔免做人上好的老爸，替人想个办法？这都唔是咧抬低个，这若抬低就简单啦，欠着就解决啦咧。阿爸，这件代志你若做成功了，你对阿母。你搁较有交代啊！啊，你已经吃遮侪亏啊，应该家己要想，我毋去甲你讲啥吼。好啦，这是你讲的啦，哦，我著甲当作胎弟安尼甲向荣签挂埋啊。阿爸，你做这件代志一定要做优秀的哦，还佫有时间关键。天下的查某囝吼，满满是啦，都独独干那出你一个啦，吼，我老爸甲你做亲情，